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学浴室哦，台语怎么说？有三种，最起码有，我知道有三种说法。浴室台语说，浴巾啊，浴巾啊，啊，浴巾啊，浴就是浴啊，这个间啊就是间啊，浴室浴巾啊，是讲浴巾啊啊，这是一种说法。第二种说法是说。这个呼噜经，呼噜经，经还是那个经，呼噜，有时候他会讲呼噜经，这是另外一种说法，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水仙窟经，洗身体的间，水就是洗。身躯就是身体啊，身躯啊，水仙躯经啊，所以水仙躯经啊，浴经啊，呼噜经啊，都是浴室啊。好的，好，到这里，谢谢，拜拜。